到江疏影，大家肯定都知道，尤其是她大大咧咧的性格深受大家的喜爱，对她印象最深是好先生里的江来，也就是因为这个角色成功走进大家的视野，而且剧中的穿搭也是非常的时尚好看，不得不说江疏影长得好看，而且身材又好，自然也是吸粉无数啦。江疏影现身某机场的一组照片曝光，照片中的江疏影穿搭是非常的时尚的，头戴粉色棒球帽，身穿白色连帽卫衣，前面是黑色字母的设计元素，整个人看起来都是非常的时尚有范，脚踩一双白色休闲鞋，搭配一条长袜子，这样看起来整个人都是非常时尚的。不得不说江疏影拼了，全身上下只穿一件卫衣，网友要给你的腿上保险，江疏影这腿也太美了吧，穿上长筒袜也一点不显腿短呢，而且腿又白又直的，难怪网友纷纷喊话，赶紧给你的腿上保险吧。粉色斜挎包包也是非常减龄的，整个人看起来都显小不少，而且整个人看起来走在机场上就是一道时尚风景线。近看江疏影虽然遮得比较严实，但是看上能够看出她皮肤是保养的非常好的，而且加上这身服装，整个人看起来都显得白嫩白嫩的。江疏影是很会穿搭的，瞧这一身服装穿着，江疏影的身上也是美的不要不要的，一身黑色礼服裙穿着江疏影的身上也是非常好看的，单肩吊带的设计，另一边是点点的设计元素，脚踩一双高跟鞋，整个人看起来都显得非常的时尚高挑，一件白色中袖上衣搭配一条白色半身裙，裙摆是不规则的设计元素，脚踩一双白色尖头高跟鞋，整个人看起来都是时尚感满满，手上方形包包的搭配也是非常简单大气的，一件红色一字肩连衣裙穿着江疏影的身上也是美美的，感觉红色非常衬江疏影的肤色，整个人都显得非常的粉嫩，裙子前面部分是扣子的设计元素。